你试试。 干嘛呢？我想拍给我妈看看，让她知道她女儿多抢手。对不起，我又迟到了。没事啊，我知道，你跟土豆人去跑步了。这么关注我啊？啊，我累了。啊，我也好累啊。 你就算什么魔法，别跟我装疯卖傻，兄弟没有尴尬。放我下。你也想画一幅？嗯。嗨，小公是我吧？你要是把我画丑了，给他负责。 负责。你画好没有啊？你给我看看。没呢，艺术品嘛，总是需要时间的。你这。 画的什么呀？小学生的比你画的好，画的跟个巫婆一样。这是神奇小斗篷，可以保护你不受任何伤害。这画怎么这么熟悉啊？你画的是啥呀？我又不是女巫。这个是给你的神奇斗篷，可以保护你不受任何伤害。你是？ 小安，你是不是改过名字了？我记得你以前不叫安浩，叫安太天。原来你还记得我。你们俩干嘛呢？我都说每天拉伸10分钟，对药。 你接近他到底什么目的？目的，我欣赏他不行吗？不行。你嘛，只是一个机器安排的相亲对象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警告你，离他远一点，远一点。怎么样才叫远一点？我现在是爱迪生的头号主播，佳楠是我的经纪人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不可能离他远一点。好啊，直播以外的时间不许你出现在他面前。看来你还是不够了解佳楠，他是个工作热爱狂。 我怎么可能不和他见面？倒是你，被这个手环绑在一起，你有什么资格和佳楠在一起？爱迪生都这么困难，你又帮上什么忙？我怎么帮他是我的事情。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一个外人？我只是提醒你，我们俩都有机会公平竞争佳楠。你试试。 干嘛呢？我想拍给我妈看看，让她知道她女儿多抢手。